天这个以今天这个场景呢、啊，那因为这个台湾社提出的这种所谓的互信公约嘛，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比较尊重这个主办单位的，所以不是适合宣扬政绩的时候嘛，是怎么样去寻求说竞争能够团结，而不是这不是来宣扬政绩的场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那样的发言其实这个时空并不是很恰当，这是我们的感觉。可是时空不是很恰当，当然我们也不是很方便说怎么样，可是在那个场域其实真的是还是要以主办单位那么那样的一个所谓签署这个互信公约为主，那这样子可能比较得体。好，再好，谢谢。我们做公共刚刚民视记者访问县长，那主要是因为可能是刚刚的一些那个市长的，看看市长的发言里面呢，可能讲到自己太多政见，然后问一下说是这样是不是恰当，或是别的四位候选人是否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谢谢。